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郝师。我现在已经吃饱喝足，也上过厕所，也喝过水了，什么该干的活全都干完了，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哈，要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你要知道，我认真起来是很可怕的，所以说以前那都是在我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去玩的。刚准备出门，就给我打了一通电话。Hello。啊，你成功了！到目前为止，你是第一个办到的人。那以前的人都死了吗 ？Is it going to help me get out of here? Yes. Now listen carefully, Ethan. My family and I. 我和我的家人都被感染了。只有我把他从身体逼出来后，才能离开这里。米娅也一样。Is there a way to get? 有办法把他逼出来吗？我们需要血清，只要中毒不太深，应该就可以将这东西从身体逼出来。好吧，他在哪里 ？So where is it?我要是知道在哪里早就去找了，还用你啊？但是我妈妈，我觉得妈妈藏了一些在老房子什么的。来来来 So if we get this thing, I can help me and we can get out of here. 没错，我也能。老房子是沿着水建造的，你一定找得到。You can't miss it. All right. I just hope you can handle my mother. Your mother? Be careful. 他们会找你算账的。好，不就是你妈吗？过去弄你妈去。那我准备就是，这不是有两个类固醇，还有一个点四四的手枪吗？点四四这个手枪是一把麦林枪，就是它的口径点四四是0.44，是以厘米作为单位啊，就是4.4毫米。这儿有一个娃娃，我记得我打碎了吧？那在进行接下来的流程之前呢，我先去收集一些之前我没有收集的。我记得这儿应该有一个金币啊，在这边。收集一些之前没有收集到的东西，看看5钱币。然后呢，看看我的物品栏满不满。我带东西太多了。推门进去。家伙就不能霸气一点吗？看见个门，砰，给他蹬开。门能破坏不能？不能。要是里昂或者是克里斯在就好了。不过里昂和克里斯要是变成这种第一人称的，没事啊，看错了，变成第一人称的，可能我们也会啪啪吧。把这个磁带录像带给拿走，以后还能再翻着看。然后我说的就是在这儿有一个娃娃，还有一个钱币。这个钱币我拿过了吗？我手还真快啊，说明我的探索功底还是挺牛逼的。这儿之前有一个假牙，我记得这儿还有一个喷火瓶子是吧？我记忆出错了吗？我记得这边是有一个喷火瓶的。难道我记错了？放回去，放回去，不是要推这个抽屉，我是要把这个抽屉关上，看有没有别的。算了算了算了，既然找不着就算了吧。还有一个金币的位置，我们看看，要不然的话就算了，暂时咱们先不去了，反正将来还是会返回这个地方。玩到游戏的特别的靠后边的地方，不是特别中后期吧，咱们还会返回来，毕竟有几个门，像这种蛇形的门咱们还没有开哈。那就上路吧。我这个物品就剩两个空物品栏了，应该是往哪边走呢？上路也得有条路啊。另外一边锁上了，应该是往这边走吧，沿着水路那边。我之前自己简单的在这儿转悠了一下，为了
在做视频的时候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要不然的话一点一点的自己摸索。这边有很多娃娃，一点一点的自己摸索的话太耽误你们的时间了，是对观众不太负责任的行为。像我这种这么敬业的就给了两颗子弹，你妹你还真抠啊你。看看探索一下角落啊，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像是没有了。我去，推门，一虫子，两只大虫子，拜拜了您呢，飞走了。看起来像是会攻击呀、啊！你大爷的，这么大的虫子，你家是怎么喂虫子的？两只虫子，一盘菜。哦，喷火器设计图啊！我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看起来像是虫卵一样。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破坏掉？看有人没？破坏一下试试哈！呦，不能破坏吗？拿枪打！你是在逼我对你开枪啊。哦，果然可以破坏。还没碎吗？刚才只是碎了一个外壳。但是这你们也太耗子弹了吧。你大爷的，几层外壳啊，我可不想浪费我的喷子，浪费点手枪子弹也就罢了，浪费喷子可不是我，我跟你拼了。好的，你敢再过来，这堆虫子是吧，飞走了。好，没有伤我太多血，拜拜了您呢。哎，喷子有奇效啊，喷子有奇效啊，喷子有奇效。这儿有什么东西啊，刚才显示了一下。化学液体。这个地方打烂之后里边多出来一条通道。能。看看角落就是好。哟，看样子这个房间好像是很安全的样子。哎，我去 ，Leave me alone！ 哦，你没事哈。No more bullshit, Mia. Mia， 废话少说。回去离婚。And I always wanted to tell you, but 不用说了。But I can only remember a little. 你还忘了？你忘了你对我做了什么吗？啊，哎，这位兄弟，这位仁兄，帮我把他给搞死啊！拖走他。使劲蹂躏他，但是不要强奸他，因为他毕竟是我的女人。Damn it！ 拿到这个之前，我们看那个录像带。是用在有一个地方的，是吧？你敢不敢给点东西啊？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地方，竟然什么都不给。河南人说什么都是认事儿，认事儿都不给，人色儿都不给，口吃了。应该进这个门了，动起来。我啊，好，我走，对不起，哎，我都说了对不起了。
看我黄了，给自己来一口。这个药太好用了，所以以后回你是哪个国家？回美国，回美国你多带点啊，固体燃料。我走哈，老太太您别着急，小弟这就走了，告辞了。这是我们从外面进来的那个地方哈，先给大家说说，因为大家看视频的话，有可能会混乱，我不知道我人到底是哪儿在哪儿。我们从外面的安全的那个安全车吧，进来之后呢，就是走的这条路，然后进到，这是一个分岔路，刚才走的是右边，但是走不通了，现在该走左边了。哦，这边有个点丝丝的麦林手枪的弹药。我老是听见老太婆的声音，难道我们要跟他进行战斗吗？就是这个地方哈、啊，拜拜了您呢，看见没？我凶起来是很害怕，不是很害怕，很牛逼。怎么叫很害怕？墙上有一些虫子。老太太，您不在这儿吧？哎，草药一颗。但是我没有足够的空间，这怎么办？脸上好多虫！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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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哎，我也不需要这颗草药，走吧。银丝啊，这米娅曾经去过的地方，我要拿着喷子，我心里头舒服一点啊。老太太，快走。老太太，我跟您无冤无仇，只是把您丈夫杀了而已，不算很大仇吧。好，你去那边，我来这边。燃料，哟，咋回事？等一下，你大爷的，虫子，关门，我把门给关上了，这样咱们再过来打他。你大爷的，再过来。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啊？一堆小虫子而已。虽然现实生活当中我确实是一个怕虫子的人。好事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虫子。你看到我了？来吧！不就是拼个你死我活吗？走，弄死你的巢穴！死了，这儿需要什么东西哈？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拿刀上了。草药一枚，这是什么？燃烧嘴喷壶。哦，我们还需要组装它哈。燃烧器喷嘴哈，燃烧嘴喷壶，就是要是翻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应该来这儿，走错地儿了。
对吧？嗯，火药，但是我没有足够的空间了。我都带了些什么？没一个能用的，固体燃料、录像带、硬币。哎呦，怎么会有用？兴奋剂也不能用啊！哎，开锁器也拿不了。我想问问老太太，您这儿有没有那个传送箱子呀？这门打不开啊。也就是说，我们得回去找老太太去了。大爷的，你在这儿蹲点蹲我。哎，这是什么？需要用开锁器开的。哟，背后哈，弄着我了。这是什么？猎枪子弹，漂亮。老太太，我给您带来看白玉的烟袋嘴儿、乌木地杆儿，地图，你干脆地图也占个位置得了。哎，这里，好的，好的，使用。以前玩过哈，以前玩过。怎么调整？不对，车你妹！咦，好像对了。啊，是这样是吧？然后我们倒过来就好嘞。哎，好了，漂亮。哎，今天玩起来就感觉不像是，之前，哦，好东西，就不像是之前那么害怕了哈。哇哦，传送箱，我不用来回跑了。这是啥？我现在可以携带更多的物品，好东西，装都装都可以装，解锁了一个这样的成就哈。存个档。我要轻装上阵，弄死他。哎，硬币就搁回去吧。嗯，燃烧器把手拿着啊，固体燃料先搁回去吧。嗯，喷子，我觉得这里头用不上这个小手枪啊，是吧？这小手枪，首先小手枪子弹也很缺。然后急救药也搁回去吧，我们那边有很多草药，待会儿去捡一下子就行了。无氧品、坏掉的手枪、米娅的录像带、G17手枪，哦，就是格洛克吧，就是我刚才那把手枪是吧？我看看啊，蝎子钥匙。好，好，就先这样吧。这个火药它也没办法组成猎枪的，就是子弹啊，感觉不是很给力。有东西没？木有。又，你看，又是血。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血了，来来一个，来一个，啊，又一瓶血，我看看啊，
固体燃料枪加强烈化学液体是火焰弹，燃烧用的这个固体燃料加化学液体燃烧瓶哈。嗯，我们去返回，冲过去，老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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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这儿，我们冲过去。好好好好好，来这边拿东西哈。哎，好了，这个路大家看熟了吗？我演示的还是算是比较慢的哈。哇哦，喷火器在手，天下我有。草药一枚，我记得在哪儿啊？在这边拿的还有开锁器哈。开锁器还有什么什么兴奋剂开锁器，嗯，全是点好东西。哟，你敢过来疯婆子，你敢过来我就弄死你。门关了，我等他走完没事儿，咱们不就等一会儿吗？时间我有的是，别的啥都没有啊，就是穷的就剩时间了，点根烟。走了吧，快门进去啊，霸气一点。果然把他给吓跑了。好，先把这个给打开，开了。你妹的，给瓶这，早知道不用了。这个钥匙我们要尽量的留啊，就是选择性的开宝箱，用存档 SL 的大法来选择性的。这个应该可以烧吧？果然是的。不过这点我也是，可能是也是看别人写的那个东西上面说的。可以开了吗？哎呦，怎么还有啊？哦，可以开了啊！看看，强烈化学液体和化学液体，全是液体。这门还是现在暂时进不去。碎掉。拿刀子，拿刀子划了。对于这种虫子，我们不必要。怎么这么多呀？你敢过来？要过来我就敢送走你。不是，我们拿喷火器能不能烧走它呀？但子弹现在不多，我想回去组一下子弹。以他们家的性格，他们家人的性格。都那么耐打是吧，都那么扛揍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我这点子弹是弹药是送不走他的。老太太眼神，哟，眼神不好，但是挺会蹲点儿。走，我们走。老太太，你把我对面那个门开开呗，你又没啥事干，你老是在这儿巡逻，你都不想想我万一在屋里头呢，是不是？哎，我看引他能引出来他不？哎，不是你的警觉，你还左顾右盼呢，你我在你身后你都看不到，还捋捋自己的头发，您真是有一头秀发，油齿麻糊的。拿个灯笼，在那儿虫子、飞蛾在那儿飞来飞去。这里真是无聊透。对呀、啊，
您倒是走哎。他就没有就是那个大叔贝克大叔杰克大叔他们都叫都是贝克的一家人嘛，他就没有那个杰克大叔那样给人营造那种压抑感强，因为他走得太慢了。而那个就是杰克大叔呢就会一直追着你，像是一个那个以前的那个叫什么追踪者，之前的几代。我去，好多蜈蚣啊，好多虫子啊啊啊！我要到这种环境，我宁愿在外头让老太太给我弄死，我也不往这里头挤。我去，全是蜈蚣，全是毒虫啊！嗯，我烟还没抽完。哎，这儿又是那个有鹰。鸟的那个图案，啊，跟鸟的图案那个门现在还没有那个钥匙，这是米娅之前钻进的那个洞里头，然后被老太太给捉走了。我们进来看看，看还能不能搜索到点东西，兴奋剂一枚。哎，曲柄，我们就是用这个东西，将来就是把那个刚才需要摇的地方给它摇上去。这里珍妮妹的什么都没有吗？哦，差点错过你了。那什么，大虫子，大虫子。你的反应好慢啊，外面又一只。哎，一上来这个光影渲染它就赶紧更改一下。嗯，把烟掐了啊，刚才还是在外面点上的那根烟，现在才吸完。哎，这儿是可以摇上来一个桥哈，连接这个就这那个门是咱们进来的那扇门，嗯，然后呢，等于说这边这就通了，那是那个.44的子弹，地图大家还都认识吗？啊，这个场景其实并不复杂，你看我在这绕来绕去的，可能会晕，但是你要自己玩的话，也可能会晕，因为你毕竟不是好师嘛，像好师这种记录水准，一般人确实做不到，我记录水平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点啊，真是，这怎么办呢？曲柄，你曾试着悄悄回到二楼，是不是？所以，你以为我瞎了吗？即使伊芙琳后来出了事，你也只是不停的想看着自己念一下。你以为你爸爸和我都是白痴吗？哦，这是等于说是他妈写给他的一封信。现在还不能。开哈，嗯，我看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了？哦，去那边摇那个，老太太应该还会在这儿吧？咦，对，这儿还有一个柜子呢，咱们可以打开一下。拿出来喷火器，把上面虫子烧干净哈，要不然的话不让咱们拿。哎，燃料，好东西，换一下子弹，草药一枚。大婶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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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滚吧！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走不走啊你？好，他往那边走了。哟，哟，哟，你还咳嗽？哎，干嘛转身啊？逗我！就扭了一下脸，他又走了。哎，没看见我？你很瞎呀？吓得我都咳嗽了，不是你老是在这儿转悠什么呀？你要不是，哎哎，嘿嘿，你妹的！来烧一烧试试啊！烧不死你，还笑，笑，让你笑。没用啊！我算走走走走走走。是我是难缠的家伙，哎呦，您真高看我，你不觉得你自己更难缠吗？哎，这个曲柄他不拿下来。啊，拿下来，拿下来，还拿下来。哎，燃烧瓶燃料，古钱币拿不了了。嗯，这里是什么？乌鸦钥匙啊。这曲柄是不是没用了呀？我也不敢乱扔啊。换个子弹，咱最起码得，我去，我拿这么多东西，再组一个，组一个血瓶。好，我这样，我最起码能把钥匙给拿走。这个硬币回头我再过来拿吧。感觉我受伤了呀，我干脆吃颗草药吧。哎，好，屏幕上刚才有一些红色的斑点，就是我受伤的标志。你大爷的，满了，我下次再来吧，反正还得再来哈。这下子彻底拿不了了，主要是一把喷子加一个这个枪都占四个空间啊。哎呦，走。您能不能别在这儿蹲点啊，姐姐，我都叫你姐姐了。哇，我知道错了，原来他会招虫子。他是个巫师啊，还这你妹的！你走了没有？我看看看，我从这儿看看他走了没。我要拿不了了，咱们将来肯定是在要重新再来这个地方了。有两个东西没拿走。我就在外面啊，你在哪儿呢？不能蹲点啊，阿姨。咱不能蹲点啊，好好玩好吗？你看看你，又来了，又来，又对我施展魔法了。我走。哎，他的虫子不能飞太远。你看啥？你瞅啥？
赶紧让我回去啊！回。哎，好，他走了，走了。我们就紧跟着他。你往哪边走？你往前走，我就往这边走，反正都能绕过去，行不行？我惹不起你，我还……他在楼上，别上去。不是，咱们还是去……啊，对，我觉得先去一趟那个背包吧，要不然的话，现在东西满了，待会儿又拿什么东西，我就拿不了了，是不是？再从这儿钻回去一次哈，都是点虫子的地方。哎呦，真是难以下手啊！我去，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真是看不下去了。不过这倒是一个很方便的捷径。是我的安全屋，虽然有点破烂，但是很温馨。哦，这儿还有一个这啊。好，整理一下背包哈。钱币是要放回去的，把手先放回去吧，估计是用不上了。兴奋剂也先放回去吧，这个都放回去。固体燃料拿一下，固体燃料是叫固体燃料吧？啊，固体燃料拿出来，都是化学液体了。固体燃料跟化学液体我也得拿出来俩哈。合一下，再合一下，我现在缺的就是这东西。然后我现在还有几个物品栏，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是吧？啊，这样一数不就好数了？我去，那这期视频我就先做到这里吧，好吧？哎，咱们现在的难度是容易，毕竟打起来还是相对简单一些的。OK 了，那就先这样了，拜拜。